哟，这个三个，他们三个最近表现不错啊，给他们发那。先上车了啊，先上车了，我先付啊，可以买给那个情人节买给的女朋友啊，共买了，对，女朋友，啊，买给媳妇儿啊，来，啊，看一下啊，三只狼，啊，三只狼，我们看一下，不是，昨天晚上给改了吗？啊，三只狼改了吗？啊，对，三个还是三只狼是吧？就还是三只狼，好，来来来。没改啊，把这个扔垃圾桶去。兄弟们，放心啊！好，来吧，他们站好，站好，来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你们是哪个公司的？我是三只羊，有三只狼网络公司。哎，不，三只羊。你俩过去。好，兄弟们，这个没了吧？啊，快点！好，兄弟们啊，四千了。好，你们自己看啊，有需要自己拍啊，有需要就拍，放心了啊。好，来吧，三个来吧。啊，今天当着这个是哪个那个兄弟们啊，给他们看一下，这是啥公司的？三只羊网络。好，回吧，把鞋穿上，鞋穿臭的要死。我的妈！鞋穿上。不是，他给我熏晕了。是不是？那黑色的脚都变黑了啊？那你先把人熏死，喷点香水，太臭了。没事，来喷点香水，快点。这啥？这是啥？喷点香水。这什么？三只狼，兄弟们啊，三只狼已经倒闭，以后不要在我直接刷三只狼，兄弟们啊，已经倒闭了。啊，不，有兄弟们要得福啊！一会儿叫每个主播他们都来啊，一个一个都来。三只羊网络的主播啊，没有得福，得福了啊，不用都来，下次再来。先让憨憨他们，憨憨、青青，还有天奇。兄弟们啊，得福你们等一会儿啊，七老板就等到这个星期六 ，OK 吧？星期六有得福啊，他等一会儿的得福。下一个，那个你和就那个这个甘源，叫甘源来。来，哎呦，太丑！哎呀，大哥，感谢兄弟点赞！我的妈，我们多点赞，我们终于看到我们直播间没有到一亿点赞了。我们也没让兄弟们点啊，都到没有兄弟们，感谢兄弟们，第一次看到没有到一亿，头一次啊，特别开心呐、啊！兄弟们，头一次看到直播间没有到一亿，感谢盛世啊！就冲感谢兄弟们6000万点赞，你兄弟们没让点的点了6000万，就冲今天没有到一亿点赞，给兄弟们来个平板啊，10台。来给兄弟们上10台华为平板，上给他发个新年礼物啊！哎，不是，应该少。感谢兄弟们不点赞之恩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天天给我们点一个亿点赞，天天有人盯着我们，说我们直播间怎么老是一个亿，一个亿太危险了。今天没有到一个亿，非常开心，非常感谢兄弟们没到一个亿点赞啊！就冲你们没有给我们点一个亿点赞，来给兄弟们上你们6000，刚刚上6000多少天呀、啊？6，好，6，哎，兄弟不要点了，哎，兄弟们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，保持。啊，我们得保持这个力，好，就，哎呀，这个好看，都点都点，真的，看到人盯着我，你到一个亿上面写一点一亿太危险了，好不好？那真的是被人家盯着的，兄弟们啊，就这个六最好了，兄弟们，哎，这个六好，哎，这六，哎，七了，哎呀，六，你也非要说，一直说，你不说的兄弟们不就不知道了吗？我要知道，我让兄弟们，我多少不想点个一亿，行不行啊？可以了啊。啊，好，7000，好6000，哎，绝对可以。对，好，停，谢谢兄弟们啊，谢谢兄弟们。你跟兄弟们好好说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破亿啊，破亿真的很危险的。这个跟兄弟们好好讲，来来，7300了，哎呀妈！感谢啊，哎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讲，我就七
一千四了，可以了。不要，经理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兄弟们不知道，不知道不点啊。那个，好，四台啊。我得回去了，臭味还有。我这人三个人脚真臭，叫他们回去把脚洗洗。啊，兄弟们，这脚是真臭哦，那一个屋都是脚臭味，没法播了，真的。现在是，你们还喷香水，你就你叫喷的吧？香味和臭味混在一块儿更难闻。打把他鞋子打掉了，把香味别点了呀！来来来，再一个品牌方，来，就你就你来吧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个发了没有？发了啊，发了，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发掉了呀。上了上了上了啊啊！来，兄弟们，这个礼盒你赶紧拿着来，拿着。为啥？因为你这样可以跟人家站在一起。哎，行。你不讲，哎，你咋就来了啊？刚来是吧？啊，刚才看，刚才很不愿意跟人家站在一起，现在一看，直接说了，你这，我跟你站在一起了，别胡说八道啊！你这你不想跟站在一起啊？不想不想，我来吧，你来。啊、行，我来我来吧。好，你来吧你来吧。你谁来啊？你来吧，我来你来，你来吧你来吧，都一样。你大哥手都不想缩。没有谁，哎，你搁那别搁那扯，老兄弟们啊，老是搁那扯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过年卖这个，不见过吗？上次那个品牌方，你别吓了，用眼神过来。上次人家很紧张。哦，对对对，上次一个很紧张的一个兄弟们 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上次卖这个的时候卖光了，然后呢，加上他们在过年期间又生产了60000单，啊，当时一下子哪有六万？4万，4万。你们看啊，这里面有什么？你看啊，哎，老妹儿说里面有什么？老妹儿，老妹儿现在已经不紧张了吧？哦，过年练了一下是吧？不紧张吗？把这个放这边放一下啊。来，有请老妹儿给咱们介绍。我介绍。老妹儿，你手别抖了嘛，手别抖，没事没事，不紧张啊。我们这样，我不紧张，我不紧张。啊、一个一个介绍。对，你说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，就是。你抖了，你抖了，老妹儿，不用紧张，手都不紧张，用给他个拥抱，拥抱，我都懒他一样。我给啊。啊你要我死，我跟你说，兄弟啊，不是啊，我跟我那边的避风包，完了，别别别，这个蟹黄完了，这个是包完了就完了。这个是那个叫，行了，老妹儿，给我嘴。你别一直说话，你老是这样说，你老是说话，你打岔呀。小了呀，别一直说话，手还在抖，你没听？好，老妹儿说吧，你说。这个是蟹黄蚕豆，然后下。啊，蟹黄蚕豆，你打开给人家吃一个，来。大杨哥，我都不知道他在旁边干啥。你是盯美女盯得上眼哦！对，我给你看啊。哎呀，这什么？蟹黄蚕？你这小包的，大包的呢？这个都小包。这个就是75克的。啊，75克的啊，蟹黄蚕豆。对，但是里面有那个小包的，一小包一小包的。老妹现在不紧张了吧？啊，蟹黄蚕豆，兄弟们，这个里面的东西就吃起来越嚼越香，兄弟们，它不紧张了啊？吃起来很香，吃起来非常香，不紧张了，老妹。哎，有人等你等一下，等一会有人说你不紧张吗？现在啊，你不紧张了？确定不紧张是吧？兄弟们，他已经不紧张了，上次来特别紧张。你这样，你这一包多少颗？75克。75克一袋多少颗？一袋。啊？我们是一整袋75克。一整袋75克是吧？啊，你刚才吃了一袋了？你是不是吃一袋？吃一袋，吃一袋，从哪一袋？那、老妹现在比原来强多了。来，拿个铁秤来，拿个秤过来。原来强多了啊。老板的声音有点小。这一袋有没有75克？有75克。说大点，你声音听不见，粉丝们听不见。对，有75克。啊，有75克是吧？稍微声音可以大一点，稍微声音太小的话他们听不见。嘘。弄啥？但是蟹黄。我知道，你先别说话啊，别急。来，你也来开，开，来开。啊，你也开一个。开开开，我来开，没了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啥呀？没去皮呀、啊？没归零呀、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真服了，妈300多克了，重来啊！来去皮，早都卖倒闭，去皮，哎，去皮再给我点开关，你是不是这不就可以了？点开关不会点开关一样啊？你是不会播了？哎，点开关是不是一样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啊。50克，75克，你少25克呀？没有，你这少了不？你少1/3呀、啊！兄弟们看，75克
现在是五十克，你75克，你少25克，老妹儿。重新来了怎么行呢？你这一袋也算啊？是怎么回事？哦，确实75克呀，老妹儿。75克怎么变成五十克？这不闹吗？但是我们是75克呀。你自己看，50克，我们是微秤，老妹儿。你这是，对的，看到粉丝，看到粉丝，怎么回事？你这不能卖，来把它劈下来吧。没。不能换。换一袋试试一下。换一袋，如果还是75克，还是50克怎么办？换一袋。我给你换。我给你换这个行吗？很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啊！来，给你换这个行吗？腻了，赶紧去了吧啊！来，换这个，可以了，不要点了。来，来，你来吃，来，你看见，你看一袋。虾条。来，虾条豆果。啊，我们回去换一袋，好吧？来，你看看看，你看看看，手不要抖啊。这是吃的还怪方便的，你看一包一包的，对吧？63，这还有一包吗？我已经开了一包了。63.6，你这又是你这多少克啊？这也是75，你这少了又少了14克。我们都是称斤的。来来，你看一下，少了12克，懂吗，老妹？你没干嘛吧？我干嘛呀？我干嘛？你上次卖不也没问题吗？啊，上次称了没有？不能开了，你这破坏了。我上次没称是吧？破坏了啊，这个。哎，老板，开玩笑了，哎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，别哭呀！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这，我嘴，我开玩笑，你全是嘴子。没事吧？没有，跟你开玩笑。没事吧？哎，哎呀喂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没有没有，你听我讲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别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不是，我们是故意，我们是等着玩的，是吧？喝口水，喝口水，没事没事啊。没事啊，开玩笑，兄弟们，怪我，怪我，有，我尝起来，啊、我就想，77，77，77，真的很好吃啊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不是啊，就是这里面的东西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越嚼越香。啊，这个真的越嚼。今天跟你开玩笑，这个东西真的越嚼越香，真的非常好吃。你看啊，你们问一下，这一袋多少钱？线下是卖7块钱。啊，没事。现下7块，我不用介绍了。来来来，看一下里面有多少啊？真的很香啊！你这次真的给你买一个。我上次我直播，我大连那时间卖，是不是卖到5万单没库存了？啊，很多人想要没有是吧？你看啊，里面是一小袋一小袋这个大包的蟹条，这个零食真的非常好吃。你看，这超市啊，一袋这个是7块，来我们看有几袋这个啊？啊，两袋是不是14块钱了？再来，啊，一袋小的，这个得4块吧？啊，随便来。蚕豆。这个是蒜香味的青豌豆啊，这个豌豆也是一小袋，也是3包，也是像那种一小袋一小袋的，都很好吃。然后呢，也是三包，这一包多少钱？我们看一下，一包的话是9块，看到没有？8块啊，六块，3、6、18，18了。这个大包都是3包啊。等一下，14、16、18、18，32，三个小的，36，有几包这个大的？3个大的，每个都是3个大的，3个大的啊。啊，77、77、32、21，40多块钱了。来小的，再来，这3个大的，再来3个，你看，蟹黄瓜子仁，啊，又3袋，这得6、7块吧？好，再来这个蟹香蚕豆，又是蟹香蚕豆几袋？3袋。哦，3袋啊，2袋小的吗？刚才是3袋，刚才3袋，3袋，看到没？那小袋有一个少的，有一个没有，小袋有一个是没有哪个？那是瓜子仁，青豌豆，每一样都是3袋加一个小袋，除了青豌豆没有小袋，其他都有小袋。多少钱了？刚才我们算了，大概是9多块钱吧，9多块钱。上次直播间5万单没了，就是很多人都想要，今天想个10多块钱，39.9块上车了。就冲着过年，一共15包啊，就在过年期间给大家又生产了6万单。啊，四万的。开玩笑，管一下啊！来，拿纸擦着。啊，哎，兄弟们啊，
我是见不得女孩子呀。兄弟们，来，用我的手机给我下10000单。